重庆狼队集体参加跳水活动，名场面不断 ，Fly 第二关落水。老林获得了复活甲，在第二关落水后重新开始，结果第三关又落水了。傻白甜主教练黎洛冲的最猛，落水最快，金宇则是通关拿到了冰箱。飞牛变成了射牛，说的话比两位主持人都多。教练是这位，我直接上了是吧？不是不是，你跟带着队员一起出来，然后直播了，我们带你了。我咋带着队员一起出？就是带着队员出，带你吧。要准备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狼队的赛季主教练张林。那给我带个口号过来，可以吗？这个口号我辛辛苦苦想了三天。来，生而无畏，战之勇刚，以狼之名拿下冰箱。大家好，我是重庆狼队金宇。大家好，我是重庆狼队普赖。今天给大家看看什么叫西冠王边路的好关系解除。大家好，我是重庆狼队的何兆金李洛。欢迎！队长，我们今天来准备六个人带几台冰箱，五个选手。如果你允许我跑两次的话，我就带回去七个。好，没问题。如果你愿意跑两次的话，我可以作为亚洲一号的主持人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好吗？当然，第一位谁先来？有点紧张。加油了 ！No！第一关好吧，优秀的组合，我觉得他第二关的话会以一个360的一个旋转下去落水。我们来期待一下，看以什么样的姿势落水。太阳，这个跟草是吧？蹲在了对位，快出去了，出去了！我从后面走吗？年轻的教练出了啊！太棒了！站起来，小队部调整。大家都在帮他想办法。加油！这个是有点难。是吧？打王者荣耀预判很重要，这几位的预判明显是有问题的。来了。说实话，王一、王道、王道，国外的实力你要知道，真的很厉害的。这讲玩王者荣耀的人，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国外。是的，打电竞没有人不知道国外，真的很厉害的。他的粉丝年龄层也是非常的广。对，你像看连我这种80后的叔叔，都知道他是。不是零零后吗？不是零零后啊？是吧？我比较骗自己了。哇！恭喜你终于过了，恭喜你过了第一关。谢谢。来吧，来吧，这一关打好无限量。
看了那么多兄弟们的闯关，进一步推到黄金路。对，金鱼依然站中间，我想金鱼依然站中间。拿着笑了那个，拿着笑那个。金鱼 C 位，金鱼 C 位。真的，这导演组真对我呀。你们手有受伤的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这个地方。